咱这边这个滑梯里发现这里有一个绿色的一个战斧的玩具，这边这个好，哎，哇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手柄掉海了？这边那边那里好像是一个黄金的一个鲨鱼，那个绿色应该是个万龙吧，然后那个斧头掉到那边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从这边这里，哎，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好像是一个甲龙，哎，变形的一个甲龙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不行，这边拿不到，我发现从这边从那个滑梯那里能下去，哇，我们这边小心一点，从那边下去，然后，哎，哇，这边这个好像是一个，这个是一个解压玩具，它应该是一条龙吧，然后这里边，哇，还有两包用这原来卡包啊，都是没有拆的，我们用这个试一下能不能给它打下来，从那边上去，上去看一下这边这个甲龙能不能给它打下来，哇，完蛋了，那个摔下去了，这个我们还是下去吧，下去从那边下去，在那个在这边那个盒子这东西装起来，然后我们从这边从这个台阶下去，哎，哇塞，这边这个是一个霸王六的一个霸王龙，哎，恐龙形态，还带有两个武器，这边是 A1 的两个武器，然后这边这个是个绿色的，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一个万龙吧，水晶的万龙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绿色的一个挖掘机，哇塞，挖掘机，哎，还可以动的，这边还可以动的，这个太帅了吧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我们先下去吧，这边那个是一个金色的变形小飞机，给它装起来，然后我们去那边看那个黄金的鲨鱼应该在这里，在这边，哎，刚上面好像还，哇塞，这是一个蓝色的变形玩具，蓝色的，哎，这个好像是一个霸王六的一个甲龙吧，不过这边，这边不行，拿不到啊，我们还是先捡这边吧，在这边，先把这边这个，哇塞，这个皮肤超帅，超帅皮肤的一个万龙，这边这个头怎么歪了？给它变一下，哇，变回来。超帅的一个万龙，然后给它装起来，这边那个是一个黄金的鲨鱼，这里边好像据说有东西，等一下我们给它拆开看一下吧，是一个黄金鲨鱼的盲盒，这边这个在这里刚掉下来那个斧头，它应该是这样的吧，折叠起来，哇，一个绿色的斧头，它应该是个暴龙舞的，给它装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刚刚那个东西，这边好像是在这里，从这边应该能上去吧，这边这里上去，哇，小心一点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还有一个这个，差点忘了这个，这个是一个，哇，它是一个甲龙呗，一个人形态的甲龙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在这边，哇，这边可以拿下来吧，哇，那个也是一个甲龙，哎，它是一个恐龙形态的，应该是这样的吧，我们给它变一下，超帅的甲龙变形完成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，我们把它那么扔下去，哇，然后我们再从这里滑下去，哇塞，现在我们拆一下这个奥特卡包，哎，兄弟们，保佑我开出一张 CR， 哎，你还可以啊，一张 UR 特利迦，攻击是6000，这个可以啊，特利迦的一个复刻型，超古代战士。